阿伯，歹势，借问一下，你敢知伊个苏红甲嘉颖住在哪里啊？哦，你讲苏红甲嘉颖哦，伊是咱南部上有名的大美车啦。哦，两朵花。哦，南部人哦。嘿嘿，我们南部人。啊，是不是在那边？诶、欸，对对对，南部、哦、南部。好、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再见。小蛋姐，少年的，你是今嘛要去找苏红甲嘉颖哦？嘿啊，啊无咧？但是他们不是要去台北迄个台大怡人堂表演吗？台北哦，对啊，安尼不叫北上？对，北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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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欢迎下一组表演者，北上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